个？这是房子城堡。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房子要倒下来。你看房子都倒了还赢呢，都倒得乱七八糟了，太可怜了。让我看一下这个人的耳朵，这个人的耳朵有白金山吗？有蚂蚁吗？哇，你盖得很整齐耶，这是哪一国的房子？看，再来，来啦！再一次。前发大的房子怎么变成这样子啊？对呀、啊。发大的鸡儿，积木，再来。也很像巧克力蛋糕啊。这是积木城吗？这是很多的积木。哇，这旁边还有火车的天地。各种火车呀。这个火车都在笑哎。为什么火车会想要偷睡？为什么火车还要偷睡觉？哇哈哈。一定是在这个超级世界大楼，哇！这次在盖双子星大楼啊，很专心。那你要戴那个八部工程师的帽子啊，是因为你在盖世界大楼哎。你看，我盖好了，这是三位房子。这是三位房子哦。这是房子。是美国住的房子。这是火车房吗？对。哇，赶快捡起来。